苹果真好吃，苹果好好吃，啦啦啦啦，我最喜欢吃，我最喜欢吃苹果了。请问你从哪里来？苹果从哪里来？树上。树上哦，对哦，哎呦，有人去种啊，对不对？好远的好远的地方来，我的苹果是从好远好远的地方来，怎么来呢？坐飞机。坐轮船。那我问你哦，坐飞机会有什么声音？飞机的声音。哦，咻，飞机嘛。啊，坐轮船会有什么声音？我要换什么？哦，我要说橘子真好吃，这样你会吗？我来哦，啦啦啦啦，橘子真好吃，你没有讲。啦啦啦。吃大拇指，你自己哈，说我最喜欢吃。啊，问他从哪里来？请问你从哪里来？好远的好远的地方来，从好远好远的地方来哦。刚才苹果是坐飞机坐船，对，他不一样，他是坐爸爸，这什么？车。然后坐车车，还是坐这个？嘟嘟，请讲，请讲。火车哦，那是坐汽车爸爸还是坐火车嘟嘟呢？你听我的音乐里面有，你听那个声音你就知道是汽车还是火车。好，来，我有两个。如果是这个，你就要说啦啦啦啦，苹果真好吃。如果是这个，你就要说啦啦啦啦，橘子啊，对，橘子真好吃，这样会吗？好，你帮我听听看，苹果是从哪里来的？是怎么来的？坐飞机还是坐船？还是骑脚踏车？还是走路？还是跑步？它会有一个声音。你听我，橘子是怎么来的？哈，好好好，仔细听。听出来的人就很厉害哦。哎，苹果换橘子。